你们有没有看到阿香啊？我怎么整天都没看到她？大哥，她回江东高校了。啊？对呀，她回去嫁给袁。她回去嫁给。她回去。三弟。 哦，是K，哎不对，这里是银时空，虽是小池，哎也不对啊，还是孙尚香，是以前的那个孙尚香，不是现在的这个孙尚香，嗯，巧，我都搞混了，你没搞混了吧？ 这离阿香的所在地应该还有一段距离，那就走啊！哎，三弟，你这样子心头小鹿乱撞是找不到路的。心头小鹿乱撞，你们是这样用的？是啊。嗯，心里头有条想找的小鹿，但找不到乱撞，这不就是心头小鹿乱撞吗？有问题吗，大哥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走吧，走吧。 让我们两个中间，让我们保护你。小香不可以。哼，谁也不要争。乌鸦嘴小乔才适合留下来对付乌鸦。我爸是江东高校资深董事，袁少现在还不敢惹我们江东父老，他又不娶我。 刘备同学，老师很惊讶，狼吞虎咽，很明显有狼、虎还有燕子啊！这句成语的用法是，你真是狼吞虎咽呐、啊！形容你非常的厉害，是可以吞老虎，能飞起来吞燕子的狼啊！狼飞起来吞燕子。 老小子，有人想要玩游戏，那好，那就玩玩吧。糟了，同桌应该是另一个人，半时没有防备的我，我脑袋被抽，就要精神丧失了。我不是来打架的 ，OK 啊，那就是来被打的了。